医生，快帮我看看吧，我感觉我浑身没力气呀，我也是，我感觉我可能不行了。啊，好好，我给你看一看，别动。医生，冷啊，医生，好冷啊。哎呀，你别乱动了，医生，我给你看病。不好意思啊，医生，我比较敏感。哎呀，你这没事儿，就是感冒了，我给你打一针就好了。老师，你给我也看看。 你这也没啥大事，给你打个针就好了。打针？老师是给我们输液的那种吗？不是，是在屁股上的打针。医生，能不能不打屁股呀？我从小就怕疼，尤其是屁股。我也是。哎呦，打针好得快，一下就好了。那好吧，你轻点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放松，把屁股撅起来。老师，你轻点，我有点紧张。我准备打了啊，你们准备好了？嗯。 不好意思啊，医生。哇，你这方子也太粗了，你忍着点。好，老师，我保证不紧张。那你可别再放屁了哦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忍不住啊。哇，行，你等着，我拿个口罩去。老师，你戴口罩，你还站那么远干嘛呀？ 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扎得很准的。我当医生之前那可是练飞镖的。哦，送你。嗯，好了，针打完了。你明天再来打一针啊。谢谢医生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老师，那我呢？哎呀，你呀，明天再来吧。你刚刚那个同学屁实在太臭了，我需要调节一下。啊？ 我就这么不重要，偏心没有医德，哼！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哦，哎，这次拍卖会搞得这么神秘啊？哼，像我这样天才美少女学霸呀，肯定能够拍到最好的。什么都看不见，拍什么呀？行了行了。 别说话了，我们听大东老师的。大东老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咱们这次蒙眼拍卖呀，我会把你们赔的钱全部捐给学校，所以呢，你们就放心的叫价吧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那咱们呢就从第一个开始。这第一件物品呢是吃的，口味偏辣，特别开胃，老师呀特别喜欢吃。起拍价100，特别辣，特别好吃。辣条。老师，我出15。 50，50块5，我出60，这么小气，100。200，200元1次，200元2次，200元3次。好，恭喜好汉成功拍得酸辣粉一袋。哇，好汉，你真不愧是吃辣小王子，真牛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拍第二件。 它呢是一件物品，男孩子呀特别喜欢，特别珍惜。好，起拍价1元。这是男孩子玩的，我不要。老师，他不要，我要1块啊。还有没有比1块更高的呀？这是男孩子玩的，我不要。嗯，我已经有拍品了，我也不要了。1块钱1次，1块钱2次，1块钱3次。好，成交。哇，1块钱就能拍到这么好的东西，真好。好了，阿诺，来领你的拍品吧。 老师啊，我还没拍呢。你呀，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了，你就等下次吧。啊！啊！为什么呀？哇，咱们卖呀！这是什么？欢迎关注苹果林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你说咱们为什么又考了零分呀？就是啊，这回家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？就是啊，这又免不了一顿打。 哎，二狗，你请我喝个甜甜的奶茶，改善一下心情怎么样？不行，咱们 AA， 我心情也很差。行行行，走走走走。来，好喝的奶茶，瞧瞧看一看了啊！各种口味的奶茶，老板能不能给我来一杯心痛的奶茶？心痛的奶茶，可以，但是有点贵，100块钱。那喝完。 心会痛吗？当然会了，越穷越痛。会痛就行，给我俩来一杯。好嘞，行，给你100。
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我说二叔，你该不会想独吞吧？胡说，我先喝，喝完你喝。我的心好痛啊！哎，你咋喷了呢？我的心真的痛，这老板100块钱卖了我一杯白开水。我的心好痛啊！我的心也好痛啊！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同学们，今天又到了我们的雪糕考试课了，我们的奖励呢就是这套奥特曼的衣服哦，心动吗？今天的考试内容是用鸡爪吃雪糕，过来领取你们的道具吧。用鸡爪吃雪糕，这有点难度呀。哼，通过大圣化雪糕法，我已经掌握了制胜的关键，这次呀我肯定赢。好，考试时间1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哦，好汉应该是想把雪糕化水，然后用鸡爪喝。这样的办法我已经不屑用了。老师说用鸡爪吃雪糕，鸡爪吃雪糕，哎，有了！叮叮叮，哇哦，不错呀。哎，肉肉，你那是犯规呀，你怎么能用火烤呢？老师只说用鸡爪吃雪糕，又没说不能用火烤，我怎么犯规了？好了，时间到，你们都吃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老师，你等等我，我的雪糕呀，马上就化好了。老师，我的就最后一口，我吃完了。行了行了，好汉，你别瞎忙活了。今天的第一名啊是肉肉，我宣布，这套奥特曼衣服就是肉肉的了。你们为什么？谢老师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老板，你这墨镜多少钱呀？7块钱。给10块钱。3块不找了吧，我这没零钱了，你看着拿个东西吧。我不要东西，我要3块钱。没零钱了我怎么给你找啊，你拿个东西算了呗。那我就拿个棒棒糖吧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5块钱啊。给10块。5块找5块，我没有5块的零钱，你拿个东西吧。我不要东西，我要钱。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没零钱。你这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啊？4块钱。给。老板，我刚刚可是看见那个人给了你5块钱，你可别说你没零钱啊。哎呀，你这学生说的话，就那5块钱嘛，我待会还要找给别人的，你就随便拿个东西呗。老板，你这个老板太坑了，老是欺负我们。你说怎么办啊？老板，你确定那6块钱不找给我，让我随便拿个东西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学生可真磨叽。给。那我可就随便拿了。哎，放下，我那个好几千块钱呢。快，你不是让我随便拿吗？我就随便拿了，我管你多少钱。好，看我不报警。喂。欢迎关注苹果零剧场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欢迎来到真人绝地求生战场。哦，哇，落地 M24空投。哎，要不然我直接摆一个幸运大转盘，装人机岂不是美哉？哦，
吃鸡了。子雅，走，一起出发。不要打我，我是人机啊。原来是游戏设定啊。绝地求生幸运大转盘，美女靓仔了解一下。绝地求生幸运大转盘，你这是新开的功能呀？对呀、啊、参与幸运大转盘赢空头大奖，主要是帮你补给装备的。那我玩一次。需要用什么换吗？什么都行。给你这个 AKM， 我来一次。开始喽。天。嘿嘿嘿。饮料一罐。Oh no！ 饮料是什么鬼啊？我再来一次。二哥，给我那枪，给。开始喽。天！恭喜你获得信号枪，旁边的谢谢惠顾。你这怎么还有延迟啊？你开车也会有延迟啊！再说了，运气这谁也说不上嘛，是不是？哼，我再来一次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们值钱的装备都没有了，还玩什么玩啊？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哼，嘿嘿嘿 ，M4 AKM 都是我的啦，嘿嘿，嘿嘿，二，你，我信你个鬼呀、啊！还人机玩家，我肉肉玩吃鸡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好吧，解决掉。呜呼，还好我刚刚看了一眼地图，决赛圈就四个人了。